等于说我们实际施工的开工日期是169天，好的。另外一个是地砖的影响，我们建造设计整个检讨的时候，我们营造厂本身的自主检查，包括我们所有的地砖都做厂一起，就是由这个现场的担心的作业。这爬到多少米？200米，我印象好像是200米。这是我们的室内体育场馆，综合球场。像刚刚你提到前面这一段，其实它还有段距离。对，网球场，对，还有一个网球场，就是那个网球场，就跟当初跟校长讲的网球场会有。另外那边有一个，对，所以以后对于马高的整个运动设施，学生上体育其实是最关键的。那网球场特别就是有前途的，当初我也跟校长讲，网球就是一个更好的网球场，然后。来做校长这边有没有什么对这有没有什么建议？还有学生的需求有没有什么特别？还有那个健身房，我想非常完善。那因为刚好今天是就是施工的情况，所以我们内部讲到没有设计学生提供一个很好的，这个马高学生很幸福了，他学校有这样子的一个等于体育馆，这很幸福。这个土地的部分就是拜托校长这边，好好跟教育部这边讨论一下。周边的绿美化，我们很多现在以后有很多的大树会种植会进来，整个周边的这个绿美化，这树在这种起来，我想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休闲运动的地方。外面的这个树上，外面灌木，就是小时候